到底要怎么样去，尤其是他啦，因为我觉得我有时候有想，可是也没有多问，然后也没有多讲啦，因为讲到我要哭呀。因为有时候就会想，哎呀，其实他很辛苦，因为他跟我走的路是一样的，然后他真的要这样哭呀。然后就是很，哎呀，不知道 OK 吗？还是会不会辛苦，会不会难？然后，所以其实他的收，他很多东西我都根本几乎没有去问，没有去 find out 啦，因为不会来这样，我是很哭的。你剪得很像棉花一样哎，不是不是，我很快，是很辛苦啊，我觉得。你不要说哭，我会讲啊。我在结婚这样。OK 要快点跳一下舞 ，break 一下那个 hands。Anyway， 所以，Yeah， 所以我很开心，我很为他开心。然后，当然他还没有 launch， 把他的 launch 了。然后我也很希望，就是他很好吗？所以这首歌唱不好，大家懂，因为我们哭的，不是因为我们唱的烂。这首歌也是非常无敌的高。这首歌有点难得了，可是我们真的很喜欢啊，所以就有录一个 YouTube， 然后这样唱。脚尖找寻爱，远远的。
渐渐找寻爱，远远的存在，我来不及说声嗨，影子就从人海离开，思念是脚尖的心。